Hello， 大家好，系我 Jessica。今日睇一睇一个风和日丽嘅日子。今日系星期三，我而家准备揸车去我个 friend Jasmine 屋企去探佢啦，去探佢个女，即系我嘅契女啦，同埋两只狗仔。因为我 friend 最近买咗只新嘅 Husky， 咁就过去玩一下。其实我已经见过只狗一次，系我陪佢一起去攞只狗翻嚟嘅咁样啦。所以係咯，同埋其實我而家戴咗太陽鏡，但其實我琴晚係淨瞓咗成個幾鐘嘅啫，因為我今朝考 quiz 係啦。事不宜遲，好而家出發去佢屋企啦。哇！咁快就嚟到我 friend 屋企啦，而家就同嗰兩隻小朋友玩。Ace， 好可憐嘅小朋友。Ace。谁呢？谁呢？谁呢？有。咦？呢个边个嚟噶？你啊 ，Chloe。哎呀，猪仔。嗯。你两个唔好打交。仲未食完。仲未食完，食咁耐。看看這個就是新來的帥仔了，踩到爆，兩個踩到爆，這個踩仔，哎呀，他去襲擊了。 Ace Joe Ace Ace， 我睇佢玩樽玩得几开心。哇，好恐怖啊！你快做乜嘢？哇，玩水水。惊水啊？唔知。认错人啦！玩死死，开 ！Ace， 因为而家实在冇嘢做，所以我哋决定整蛋糕。跟住咗，因為次次啲糖同鹽都一樣樣。我都成日要試味先知邊啲係邊啲，成日哎呀好鹹啊！完成，好靚啊個蛋糕！聽日有早餐，聽日有早餐食啦。Chloe， 你係咪眼瞓啊 ，Chloe？ 嗯？我哋而家喺度陪 Chloe 喺度唔知做咩，好眼瞓，所以決定瞓凳。所以今日個vlog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